还给我，这手链是谁送给你的？我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？天佑，从小到大你根本就不会说谎，现在竟然对我撒起谎来了。这手链那么贵重，怎么可能是你自己买的？说吧，许新城还是罗福生？罗福生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呢？ 那就是许新城了，不愧是警察局长的公子，出手就是阔绰。他买手链的钱，一定是从民脂民膏中搜刮出来的吧？肯定不是。哥，虽然许星城是警察局长的公子，但是他跟那些坏警察一点都不一样。他很单纯，也很正直。正直？天英，他跟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许新城这种人一定阅人无数，他能给你送手链。 同样也可以送给其他女人，还有，那个罗浮生，他今天又为难你了吧？没有。别瞎话了，天英，我警告你，以后离罗浮生和许星城这样的人远一点，小心引火烧身，失了民警。说什么呢？哎。